不是要守孝以示天下吗？我怎能去阻止他呢？不过这后宫之内，凡事即使你想退到墙角数穴，要瞒过本宫绝非易事。连日阴霾密布，今日终于放晴了，恰如皇上英明，嘉怡姐姐伏笔为李唐江山展现一番新景象。我说呢，婉儿为什么能得到太上皇的器重？你看你看，这甜言蜜语说的本宫是乐在其中啊。妹妹谢姐姐的赞赏。好了好了，你看难得今日好天气，我们不要枉费了这好天气，走，陪姐姐到浴池观鱼赏花去。蜂蜜滋润，娘娘的一双玉手愈见白滑了。我这双手比起太上皇的手还差得远。太上皇齐贺之年已届80，论肌肤凝脂，娘娘岂有不及之理？太上皇拥有一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荣辱生死的手。恕奴婢愚钝，当今皇后乃真正的后宫之首，为何娘娘不与之靠拢？何以见得？太平公主虽有隐退守孝之意，言辞间却存拉拢之心，言行有别，必有所图。娘娘何不如实相告，取得皇后娘娘的信任，借此立功？皇后与梁王靠拢，表面上来看确实是比公主还强，但是二人各怀鬼胎，心思有异，看来合作未必能够长久。如果公主真能退一步忍一时，假以时日扭转乾坤也未必是不可能。可是皇后为娘娘牵红线分嫔妃，以姐妹相称，既同坐一船，娘娘理应站在皇后这一方。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事。娘娘的意思是皇后并非良主？昔日太上皇不耻皇后，就是说其胸襟狭窄，将来难以成大事。更何况知人善任的太上皇对我和张昌宗的事一直都是耿耿于怀，试问猜疑善妒的皇后又怎么会和太上皇的亲信而亲近？怎么会善待于我呢？本娘娘之所以得宠，那是因为皇后身边没有一个可靠之人。要是有一天皇权大定，皇后肯定会铲除异己。那这么说，娘娘岂不是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从我第一天入宫就已经知道了。如今的形势是皇后胜还是公主胜还不确定，在还没有看出来胜负之前，我就务须表明我的立场，所以也不用说出公主的用心。对皇后而言，进可攻，退可守；而对公主而言，我可是卖了一个人情，可以左右逢源，我可是立于不败之地。我几历生死都能逃过阎王耳目，这岂是只靠运气？要知道侥幸只是一时，要活命就要靠实力。凡事留一手，不是为了别人，只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关于赈灾一事，两位大人进行如何？回禀太子，一切仍在筹划之中。筹划？瑶州灾情已趋严重，刻不容缓，你何以仍在筹划中而未有实际行动呢？太子殿下请稍安勿躁，要知道赈灾之事所牵扯的范围甚广，岂能轻率处理啊？张大人，你乃工部尚书，
要拨钱粮与人手分配，对你来说岂有难办之理？太子殿下久居宫中，对世事不甚了解。要知道，如今李唐天下刚复，税收未补，国库空虚，再加上边陲战患连年，军饷短缺，何况是粮食？是啊，所以如今天下处处是灾区，并不是我们不想赈灾，实在是无能为力呀。你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的，是在指责本太子自讨苦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吧？微臣不敢。你们两个心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太子？请太子息怒，微臣只是将民情如实上达。太子若有不满，可以禀明皇上，撤换微臣。但是，方今天下民情国情如此，就是换了其他人，恐怕也不能有所作为。你，漫长，饮得太急，只会白白浪费琼浆玉液。今夜把酒，言欢先锋。充军，只求一醉。你就算醉倒今夜，可是他朝，又将如何？如今乌云遮日，奸佞当道，以至于政令不行。你以为我李氏大唐还有明天吗？不过区区两个尚书挡路，就令太子你一蹶不振，精神萎靡，在这借酒消愁。我是眼见武三思的党羽，为了一己私利，任意妄为，不顾百姓苦困，我感到沮丧。其实赈灾一事，明显是皇后要置太子于万箭穿心之地，一方面要太子彰显功绩，另一方面又出手阻挠，到头来让太子事倍功半，成为众矢之的。既然明知道是吃力不讨好，何以你还要强出头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这又是何苦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就不能不管赈灾之事？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退容易，但是十三万灾民如何能退？他们现在个个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前是悬崖，后无退路，进退两难。纵使赈灾之路再艰苦，我绝不会轻言退缩。而今父皇母后只懂争权暗斗，如今皇姑隐退，恐怕也是皇后以及武三思所为。公主深藏不露，我估计她的心计只限于皇祖母一人，若非心甘情愿，她人亦是难以勉强。皇后多多相逼，皇姑为求自保，假借守孝之名以避疾风，虽然是虚情假意，但也是形势所逼，并不为过。太子您仔细想想，公主退守不仅可以赢得名声，除此之外还能堵住皇后的攻势，这样连削带打，真的是棋高一招吗？如果要我和皇姑一样为求自保而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这种事我不屑为之。赈灾之事我是管定了，纵使前方的道路再艰辛，我也会排除万难坚持下去，还天下万民一个公道。孟福，我弄了一些桃金娘娘果，你姐姐啊特别喜欢吃这些小吃。那我代姐姐谢谢你了。哎，孟福，最近你在太子府那儿怎么样？有没有挨骂呀？太子呢，最近忙于赈灾，每天都东奔西跑的，他根本就没有闲工夫找我麻烦。啊，那就好，难怪你看起来心情很好啊，笑容满面的。哎，姐姐呢？
这时候他应该回来了呀，小鱼他们也没有看到呢，真奇怪。我看他们是去练习去了吧。练习？是啊，牵钩大赛啊，皇上下令全部的宫女都要参加比赛，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啊？没有人说过啊。那姐姐也要去吗？哎，她不用去。我告诉你啊，牵钩练习好辛苦的，耗费精力不说，碰撞扭伤是常有的事情。而且宫规规定啊，参加者必须是40岁以下的宫女。不过呢，皇族宗亲的宫婢奴才就不用去参加了。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孟凡伺候的是安乐公主，自然就不用去比赛了。啊，那我是太子宫的人，是不是也不用去了？啊。那姐姐呢？这个时辰是宫女们练习的时候，我想你姐姐去看他们去了。姐姐一定又人心大发，这是她的老毛病，一直都改不掉。哎，这个也是你喜欢吃的。谢谢。休息一下，我去看看其他人。嗯，来，大家都累了吧？来喝点水吧。还有谁是？我也要，我也要。来，慢慢喝。给我一碗。哎，我也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别着急，慢慢喝。谢谢啊，慢慢喝。哎，我也要，给我。给。慢慢喝。谁受伤了？要不要上点药啊？你看你，忙得满头大汗的，看上去比他们还辛苦呢。我们这些算什么呀？他们呀，足足练了2个时辰，人都给累坏了。真想不明白，牵钩比赛有什么好玩的？不过是两帮人你拉我扯，皇上皇后竟然乐此不疲。我听小马说，皇后娘娘对牵钩比赛非常投入，记得有一年战况非常激烈，足足比了1个时辰，他们都还未分胜负呢。最后由上福局的宫女胜出，皇后娘娘看了之后非常高兴，赏每人1颗珍珠，那可是他们一年的月钱呢。你看他们快被烈日给晒晕了，不要说是1颗珍珠，就算是夜明珠都弥补不了。姐姐，我们做宫婢的哪有不辛苦的时候，受皮肉之苦也是家常便饭啊。来，姐姐，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掖庭局啊？他们还要再练1个多时辰呢。我听小马说，我们侍奉太子公主的根本不需要参加比赛，姐姐你在这边只会跟他们受苦。可是我不能丢下他们不顾。小福，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去。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
那你就是愿意留下来陪姐姐了。有你这样的姐姐，做事都要比别人多做一倍。我的好妹妹。姐姐，你真是多管闲事，明明可以置身事外的呀，偏偏还要插一手。小鱼他们又不是外人，看到他们受苦，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你呀，就这脾气改不了，事事关心，不怕招惹麻烦上身啊？姐姐我啊，是金刚不坏之身呢。奴婢参见昭容娘娘。免礼。谢娘娘。谢娘娘。孟凡，你看起来憔悴疲累，凤阳阁的日子很难过吗？公主待奴婢很好，只是奴婢这几天精神欠佳，请娘娘不要误会。那安乐公主她好吗？公主她很好，谢娘娘关心。本宫听闻早前公主欠安为和，食不下咽，幸得你照顾方能进食，不知可有此事？那一切已经过去，如今公主身心康泰，福泽绵长。姐姐，你跟他那么熟，有问有答的，交情匪浅。昔日服侍太上皇的时候，昭容娘娘曾经多次陪太上皇下棋对弈，算是有几面之缘吧。上官内舍人本是宫婢出身，之后做官，如今又当上昭容娘娘，这山鸡可以变凤凰，绝对是奴婢的最佳典范。娘娘知识渊博，机敏睿智，蜕变并非偶然。姐姐，如果你跟娘娘交情匪浅的话，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攀附讨好。如果她可以做你的靠山，那你在宫中每个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我们在宫中为奴为婢，应该做好分内之事，尽心尽力，这才是求生之道。太上皇曾经说过，在宫中如果要生存的话，就一定要有靠山，如果要生存到最后的话，那就一定要找最大的靠山，这是宫里不变的法则。再高的山也有崩塌的一刻，只要我们把握好自己，就可以掌控命运。可是有权的人说一句话就可以要你的性命，当我们踏进宫那一刻，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怎样死的权利，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活。现在你如果借势靠拢，狐假虎威，一旦风向逆转，身崩地裂，你可能会受他人牵连，为他人陪葬。但是只要识时务，找到靠山，那就可以避免啊。可是如今最大的靠山就是皇上，你如何能靠？傻妹妹，被姐姐说的没话说了吧？不理你。小福，你呀，鬼脑筋现在越来越多了。参见太子殿下。为何只有你们几位大臣，其他六位大臣呢？何以迟迟未见？禀太子，今夜就只得诸位大臣商讨赈灾之事。除了疾病待亡，眼前还有什么事情比赈灾更为重要的？太子殿下，其余大臣政事繁忙，以致分身不暇呀。正事？为皇后举办牵钩比赛，此为正事？这个算了。先前何大人说过，国库空虚，以至于赈灾是有心无力。本太子亦考虑到各位大臣的难处，所以我已经决定
此次赈灾不动用国库，改由各位大臣捐献筹款赈灾。筹款赈灾，没错，各位大臣位高权重，一心为国，如今国家有难，本太子相信各位大臣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正所谓一人之力虽弱，但合众人之力则强。臣为官清廉，哪来多余财产捐献呢？是啊，微臣一家上下64口，全仗朝廷俸禄，实在是无力捐献啊。此事还请太子殿下三思。是，够了！皇后举行牵钩比赛，你们是个个一呼百应，本太子要你们捐献，你们一个个找理由找借口。罢了，此事本太子自会处理，无需你们帮忙。这不，你说这怎么回事？再去拿酒来。恕奴婢直言，这已经是今晚的第十壶了，酒能伤身啊。连你也违逆我的意思是不是？奴婢知罪，这就去拿酒。太子要是醉死了，皇上怪罪下来，到时候奴婢就陪太子一起下黄泉，在那边伺候太子。回来。是我不对，今天我的心情啊，实在是坏透了。那你还要喝酒吗？不喝了，再喝下去啊，酒后失言，连你这个丫头也不理我了。那奴婢这就去帮你倒杯茶，解解酒。嘴里的滋味就像是百姓的血与泪，那些所谓的忠臣贤将，个个都是虚情假意、没良心的人，竟然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全都置百姓的生命于不顾。太子这样埋怨诉苦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不是我不想解决，是有人不想。我一心想为百姓做事，却处处有人对我绑手绑脚，对我百般刁难。好不容易能够往前100步，却被逼得倒退50步。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到达终点呢？其实他们不过是因为皇后还有梁王的恃强，所以顺从他们而已啊。其实太子不如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帮自己升威。可事到如今，连龙姬都帮不了我，还有谁人能帮？要想在宫中活得畅快，那就要有靠山，山越大势就越稳，而宫中最大的靠山就是皇上。父皇？嗯，孟福相信狐假虎威，借势壮声威，这招是万世万灵的，太子认为呢？
草剑法呀？此乃父皇教导有方。过分谦虚就是虚伪，你的能力朕是知道的。谢父皇，可惜母后并非如此认为。国纲大定，皇后既要统领后宫，又要替朕分担政事，身兼数职，有时候难免心浮气躁。儿臣知道母后辛劳。想当初朕被幽禁的时候，皇后吃了不少苦头，这番情谊朕知道她是发自你心的。儿臣明白，我从来没有质疑母后对父皇的心意，只是母后她对儿臣多加逼迫，着实令儿臣。爱之深，则之切。皇后是想让你多些历练，等到他日有能力治国之时，尽显我李家风范。儿臣明白母后苦心，指望母后有一天也能够明白儿臣的心意，少一份猜疑，多一份信任。这是一定的。朕今天很高兴，非常高兴。看到崇俊你剑法如神，说吧，你要父皇赏赐你些什么东西？谢父皇，恭敬不如从命，儿臣想要的是皇上下令赈灾，离金已逾半旬，请问各位大臣进度如何？啊，微臣仍在联络各地地方官查点粮仓，以确定是否有余粮以供赈灾啊。太子殿下，一切都在进行之中，相信假以时日，赈灾之事必定办妥。好，既然一切已在紧急筹划当中，本太子也知道此事无法强人所难，那就顺其自然吧。周公公，奴才叩见太子。周公公，所谓何事？禀太子，皇上得知太子为赈灾一事劳心劳力，故命奴才前来送与珍宝，以慰太子辛劳。父皇赏赐儿臣的？奴才告退。洛神真福之物啊，可谓是皇上的挚爱啊。史记记载，此玉原为洛神真福之父真义的指针，只为失手砸碎，后来由当年琢磨和氏璧的后人七日七夜细心切琢，再以名匠以金线缕缠而成啊。玉枕制工精细，触手生温，加上洛神真福耳鬓厮磨，从此此枕便是名扬千古啊。稀世珍品。父皇得知此次赈灾是困难重重，父皇竟然愿意忍痛割爱献上他的珍贵的金缕玉带枕作为筹款赈灾之物，父皇这番心意，崇俊待天下万民叩不起。诚如各位所见，父皇对于这次的赈灾是极为重视的，倘若有任何人办事不利，必会遭到父皇最严厉的惩罚，知道吗？臣已通报各地州府，运送粮饷到城外雍州聚集赈灾之物，臣即刻前去亲自督导，相信不久之后即会有成果。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缓，臣等先行告退。打开来看看。这是送给你的。这对金花钿如此贵重，
奴婢何德何能可以承受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这是你应得的，要不是因为你，赈灾仪式至今还未办成呢。奴婢跟赈灾有什么关系啊？话是你说的，怎么你忘了？我说过什么？狐假虎威。记起了没有？想要在宫中活得畅快，便要依傍靠山，这山越大势就越稳，而宫里面现在最稳的靠山就是当今的皇上。朕今天很高兴，非常高兴。看到程俊你剑法如神，说吧，你要父皇赏赐你些什么东西？谢父皇，恭敬不如从命，而臣想要的是父皇的金缕玉带枕。你要朕最爱的玉枕？是，君子不夺人所爱，而臣只是想借金缕玉带枕把玩几天，也就心满意足了。好，回宫之后朕立刻差人给你送过去。谢父皇。要不是你一言惊醒，本太子绝对想不到狐假虎威这个好办法的。能够帮上太子是奴婢的福气。也正是因为你，瑶州的13万灾民总算可以有2餐温饱，这么大的功德跟一个小小的金花店比起来还真是微不足道。不如今晚太子就用这玉枕来伴你入眠，一定可以睡得很香甜的。我马上就要启程，到城外的雍州府去点收赈灾需要的东西，然后就要马上赶到瑶州赈灾。想有个好眠，恐怕也得好一阵子呢。那太子可得小心保重。我会的。忍着点儿，姐姐。哎，小福。你回来的正好，快过来帮忙。你们这旧伤未愈，新伤又治，就算是金疮药也无济于事啊。那有什么办法？比赛日期逼近，我们的练习也就越来越狠了。真是完全不要命了，我们呀整整练了一个月，累得我连握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我这双手都要废了吧。哎呀，小福姐你轻一点嘛。对不起啊。哎呀，你只是双手嘛，我可是累得浑身都要散架了。有这么夸张吗？你又不参与其事，你怎么知道其中的苦楚？哎呦，真是好羡慕你们姐妹俩，哪来这么好的运气可以不用受这样的苦。是啊，最近的确是蛮好运的。看你这么开心，发生什么事了？总之就是有好事啊。听说太子赈灾得力，难道是太子心情大好，奴婢宫婢都有得意？那是当然的呀，太子呢对我越来越好，只要他继续努力的话，那我这靠山就越来越稳了。周公公，周公公，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找孟福的。找我什么事啊？明早开始牵钩比赛的练习，你也要来参加。为什么？皇族宗亲的奴婢们不是可以免了的吗？谁说的？你们要不要参加比赛，那全是随意挑选的，连太平公主的宫女也要参加。那姐姐要参加吗？今天只选你一个，明天的事儿谁管得了？这不是存心针对吗？谢父。皇族宗亲也有得宠和不得宠的，在宫中主子的喜恶就是宫规，这点道理你们都不懂吗？太好了，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人，那我们的胜算就又高一筹了。要说你这个君儿啊，总是不会说话。什么呀，
我也是为大家着想嘛，是他自己说的呀，他最近运气比较好嘛。好了好了，大家都不要再斗嘴了嘛，小福姐到底是哪一队的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啊。小福没事的。公主公主公主，救救奴婢，救救奴婢啊。这恐怕都是皇后的主意，本公主也爱莫能助。蓉儿已经听说有数十个宫女经受不住千钩的折腾，不是断了手就是跛了脚，要是蓉儿去参加比赛的话肯定坚持不住三天的，请公主为蓉儿做主啊。你以为单凭我一句话皇后就会善罢甘休啊？皇后多疑善计，对于本公主的退隐守孝之名并未全信，所以才会故意叫你去参加比赛。她是要敲山震虎，目的就是为了试探本公主的退隐之心。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比赛，要是本公主也插手其中，那退隐之名不攻自破，所以这一次只好委屈你受点苦了。公主，如果真的是小小苦楚，奴婢又有什么所谓？只怕是皇后为了诱使公主出手，千钩只是开始，往后还会变本加厉，加害奴婢。如今蓉儿命在刀口，公主你一定要救救蓉儿啊。你就不要杞人忧天了，皇后的心思变幻莫测，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她会如何走，一切就顺其自然，见招拆招好。总之本公主答应你，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公主，可是难道你认为要保一个奴婢的命本公主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奴婢不敢。蓉儿，你是薛少的亲侄女，就是我的人，当年碍于形势没有能够保住薛少，我说过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带走本宫的人，你明白吗？奴婢明白。练习时辰已到，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明天再继续。啊，走了走了。怎么了？我的脚扭到了。你呀，要不是因为你大家就不会输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已经很尽力了。尽力？我看你是故意的。哎，你没看到他扭到脚啊？你看他的脸都青了，你这算是替他出头了。我知道你是伺候太子的孟福，和他们是一伙的。是又怎么样？刚才我就觉得怪，你一点都不识劲，你是故意让对手的。我如果是故意的话，干嘛皮破血流啊？让是这样的吗？总之要不是蓉儿你跌倒，你孟父不尽力，我们就不会输。对。
是，全是你们坏男人。连日来上市局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如今你们来了，我们就输了，还不是你们的错？啊！不服气，所以才拿我们出气的。练习千钩已经够惨的了，现在连自己人都落井下石，这地方不能待了。蓉儿，先起来，来，先起来再说，来，慢点。娘娘独自对弈已经整整一个时辰，要不要稍事休息？从前太上皇一个人能对弈三个时辰，体不乏，眼不疲，神不倦。奴婢真不明白一个人对弈有何乐趣。这个呀，恐怕上官婉儿最明白。娘娘何不招昭容娘娘陪你对弈，以增其乐。本宫对她的心思仍未摸透，不想与他太过亲近。奴才叩见娘娘。吩咐你的事办妥了吗？一切按娘娘的吩咐。千钩训练期间，奴才让宫女们故意挑起事端，趁机对蓉儿拳打脚踢。好。有你相伴才会有